本田终于发飙了，全新 HR-V 颜值超越缤智，油耗仅为 3.7 升。为了符合兼顾都会小车与 SUV 车款特性的市场需求，跨界小型 SUV 就此诞生。而本田新一代全球战略车款 HR-V 更导入双门跑车元素，打造小型跑旅的全新外观设计。搭配兼具跑车风格的内装铺成， SUV 的高技能性以及贴切的动力配置，让 HR-V 能够横跨男女、情侣两人世界、小家庭等消费需求。外观上，在造型上， HR-V 与国内的缤智和 A-Class RV 有许多细节有明显的区别，前脸看上去更加饱满，攻击性没有 A-Class RV 那么强。 HR-V 车型基本保留了概念车 Vezel 车型的造型设计，仅将前进气格栅、保险杠下部扰流板、后视镜外壳等处改成了亮黑色或哑光黑色喷涂。本田 HR-V 的尺寸非常具有竞争力，2610毫米的轴距傲视群雄。而且既然叫 SUV， 还得谈谈最小离地间隙。本田 HR-V 的四驱车型最小离地间隙为170毫米，前驱车型则为185毫米，比它师兄 CR-V 的135毫米强多了。在车辆内饰上，本田公司着重采用了高品质的装饰材料以及典雅的镀铬元素。一个细节尤其引人注意，在经济驾驶模式下，汽车仪表盘的照明灯将从白色变为绿色。 HR-V 运动款的装饰配置标准是带有7英寸显示屏的信息娱乐系统，它能够使用互联网服务如实时交通信息等，还能够通过 MirrorLink 无线网络、蓝牙、 HDMI 和 USB 与智能手机和其他多媒体设备连接。本田 HR-V 搭载 1.5L 直喷 DOCHIPEC 发动机，最大动力输出为97000瓦 6600RPM， 峰值扭矩为156纳米 4600RPM。 另外还有混动车型，即在常规动力车型的 1.5 升发动机基础上加上最大输出22000瓦的电动机。 1.5L 常规动力车型配备 CVT 变速箱，油耗为 4.9 升，100公里。 1.5L 混动车型配备7速 DCT 双离合变速箱，油耗仅为 3.7 升，100公里。至于竞争对手， HR-V 有很多，包括现代科纳、日产 Qashqai、 起亚 Seltos、 马自达 CX-30、 丰田 CHR 和30ASX。 至少可以说竞争激烈， CVT 可实现真正平稳的加速，而 HR-V 在低速行驶时一点也不跳动或犹豫，它没有那种烦躁不安的怠速停止系统，该系统可能会在某些竞争对手中产生生涩的感觉。HR-V 的转向比人们预期的要重，但它与动力总成完美匹配，并增加了安全稳定的后轮感觉。发动机和机舱都很安静，如果关掉收音机，轮胎的噪音可能会很小，外界的声音足够安静。中等价位至低端的价格，真正宽敞巧妙设计的机舱以及良好稳固的后轮感觉，实用性无疑是 HR-V 游戏的名称。但是这是一个竞争性的市场，我会谦虚地建议本田可能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才能脱颖而出。如果高级驾驶员协助、安全和信息娱乐功能对您来说很重要，我建议您在选择 HR-V 的过时软件包之前货比三家。但是如果您家住的地方小而家庭又大，那么很难找到比本田 HR-V 更好的利用其紧凑型占地面积的汽车。